道上，一个和尚有水喝，两个两位，明天我一定派相关人等在这附近彻底的搜查。不要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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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你变成人样就行了。人样？看来我不用三味白骨火，你是不会承认。哇，可还用得着吗？原来金金姑娘喜欢粗犷一面的我，害我白白等了三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啊！我们大王有事。我嫉妒就嫉妒嘛，还嘴硬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照妖镜一照，你就会明白。哎呦，我照你了！金金姑娘，你的胡子好粗犷呀！没有啊，那么大的月亮都没看到吗？看清楚点！天哪！你现在相信了？相信了，相信了。我这里为什么会有妖怪出没？不错，唐三藏当年为了普度众生，一对一对非常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我。我一定帮你的。我赶紧帮你报仇。我靠，人家都不讲义气，那不用说了，我那帮兄弟一定能站到。没有我的记忆了。瞎子，你不是死了？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法宝。四牛魔王，走！我是被迫暂时装的，不相信拿个照妖镜看看我是不是。照妖镜？哎，如果我真的是孙悟空的话，就不会在这边被你们耍了。我一个跟头飞上天，然后再扎了他。给他！你干什么？我打了个冷战。不是妖怪打的多好。玉皇大帝特意安排你500年后重投人间。